因为要擦干要滚个门头啊，我无聊，我挖得洗衣服的保留，我不然的话通通擦掉，一清两白。我用想的，我都用想的，你看，哦、都用想，没有东西看，哪里有东西看？没有东西看，用想。我现在碗可以吧？我的碗。不行了，我就退休，我就休息了。画到画不动为止。没办法，不能动，我休息了。吃了碗块，今天也有碗块，你看。其实彩虹村已经快要不保，因为它的地基啊已经松动，市政府找人来鉴定，可能三年到五年，整个彩虹村可能要塌一半。爷爷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哦，他就会先来这里，然后挑选一桶颜料，因为他老人家没有办法提太重的东西，所以他几乎一天只拿一个颜色，一次只画一个颜色，所以你会看到他很多的图案啊，不是一次完成的。这间就是他的家，对，门口也画了一个老兵，那这边有一个头前箱哦，就是最早开始啊。爷爷就是靠这个投钱箱，请民众就是花个5块啊、10块赞助他，让他买颜料啊，过生活这样子。那后来有我们公司的帮忙之后啊，他现在都不需要这些游客的这个帮助，就全权由我们这边来负责。他只要开心的画图就好。那现在还是会有游客投钱的时候呢，那爷爷就会把这些钱。我们跟爷爷一起做公益，把它拿去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因为要擦干要滚个门头啊，我无聊，我挖得洗衣服都保留，我不然的话通通擦掉，一清两白。我用想的，我都用想的，你看，都用想，没有东西看，哪里有东西看？没有东西看，用想。我现在碗可以吧？我的碗不行了，我就退休，我就休息了。画到画不动为止。没办法，不能动，我休息了。吃了碗块，今天也有碗块，你看。其实彩虹村已经快要不保，因为它的地基啊已经松动，也没想到这个地是当时是一种沙地，它是你看旁边一条大的水沟，这水沟旁边都是那种沙土的，它不是像一般石头的或是夯土的，地基很稳。经过这么多年，那边眷村一拆，水挡不住了，一下大雨，这边在低洼地区，那边比较高，水都往彩虹村这边流，所以他已经可能市政府找人来鉴定，可能三年到五年，整个彩虹村可能要塌一半。那我们之前因为有塌陷，前面破的大洞，破很深的，手电筒照了半天才照到底，我们就请那个水泥搅拌机啊，已经来灌了3台。要不然它早就垮了。这房子不是只有地层滑动，还有加上有白蚁，每一年呢、木头里面都除白蚁，每一年都要 去找那个专家来除啊。然后再加上有一些墙壁啊都已经皲裂，可能都有的很快都会塌陷，现在都是用那个钢构的东西在支撑，要是突然来一个大的地震或者什么就没了，在我手上有一天垮了，然后爷爷又不在了，你说怎么，我怎么跟社会交代？所以我现在很紧张，爷爷已经98岁了，我现在积极的，市政府就算
没办法，有地方我也要去外面租地。我说我一天到晚在外面去看地啊，看用租赁的能够先把它保留下来，先走一步是一步了。那爷爷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也希望他的话如果能够给人家带来快乐，那么他也希望他的靠着我们的知名度，靠着我们的文创商品，能够到世界每一个角落，然后让所有的这些人都喜欢，都感受到彩虹爷爷的这个话是很正能量。而且彩虹村我认为是代表我们台湾的一个文化，我是想这一定是一个使命感，一个责任，我必须要把它，明明知道要垮了，我必须要赶快抢救它。所以跟市政府写的一个报告就是抢救彩虹村，留下台中人的回忆，保留。拿起刷子刷上油漆，墙面上彩绘图案被油漆盖过，就此消失不见。男男女女一行人涂抹彩虹眷村的墙面，最后遭警方逮捕。今天逼到我走投无路，求助无门，我只有用这一招保护我的权利，把我的画签暂时把它涂抹掉。但是我敢涂抹，我就跟你们保证，没有一个是爷爷画的。交保后涉嫌涂抹彩绘的未批人现身，声称涂抹的范围并非彩虹爷爷所创作的部分，但为何要带着员工这样做，他也有话要说。我们辛辛苦苦没有犯一点错误，我们犯了什么错你可以讲啊，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画变公共财产，要把我们轰出去。重回彩虹眷村现场被警方拉起封锁线，清查眷村一共有六大墙面在这波行动中遭到涂抹。亲手擘画彩绘创作的彩虹爷爷黄永富不仅亲笔写下大坏蛋，更痛批未批人毁了他一辈子的心血。很相信你，所以你昨天晚上都没睡啊？嗯，他无掉烂了，难过啊。彩虹眷村在8月1号起预计进行半年的加固计划，彩绘画作的智慧财产权官司还在诉讼中。这个夏天接获通知，合约在7月底到期之前必须搬迁。厂商与员工出手涂去彩绘，是否对此绝不姑息？认养人依据契约规定返还房舍，并保持彩绘墙面的现状。勿进行任何异动和破坏。警方带回14人中，只有未批人交保限制住居，其余人请回。不过涉案的人接下来将面临告诉。原先彩绘画作遭油漆涂抹，带给游客欢乐与感动的景点，文化局只能设法善后修复。三立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